咖喱、咖喱、烤饼、奶茶和香料是大家对印度料理最粗浅的印象。但如果我们走入真正的印度厨房，里面会是什么样子呢？大家好，我是印度安娜的 Agnes。大家好，我是印度安娜的爵士。多年前，我到当地人家里做客，吃到了在印度餐厅找都找不到的家庭料理。主人简单用两三种香料，就创造出令爵士难忘的葡式美味。为了要了解印度料理，我与30年餐厅经验的印度大厨学习，更深入探索不同种姓人家的厨房，想要借由这堂课带大家认识真正的印度家常菜。从建立香料系统开始，我们以3种原香料、3种香料粉带你入门，颠覆大家对印度料理要使用大量香料的想法。每个章节我们会先介绍当地的饮食文化，再教你制作料理。从印度饼、米饭、蘸酱、蔬食、鸡肉到甜点，当然了，还有饮料，如何单手撕饼，如何用饼舀起料理送进嘴里，印度烤饼怎么做，豆子浓汤怎么煮，如何用干湿2种烹调法做出最美味的蔬食料理，还有印度人喝哪些饮料呢？不要再只知道拉茶拉茶了，最重要的，我们会教你印度香料入台菜，让平凡的家庭料理有更意想不到的惊喜。印度饮食的多元性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，唯有理解在地文化，才能学到在地料理的精髓。我是印度安娜的 Agnes， 我是印度安娜的爵士，欢迎你和我们一起用简单的料理技巧，做出属于你的印度家常菜。